现在依然继续我们的拳皇98 C 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批首发换了人物啊，东丈二批依然是他的大猪。这个大猪是一招先吃遍西天啊，这次主力人物就是大猪。哎呀，东丈依然是不一条，直接旋风走起来。这次大猪是要碰到对手了，碰到东丈是没有用武力了。哎，直接一个抓了个铁头，直接再接起来。在空中追一下铁球大暴走，这是比较常规的一个连击啊，23连。但是东丈是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，我感觉。看，直接结束战斗。现在我们看红丸，好，东丈继续发挥他的这个拳脚的优势。哎，大招被废。现在红丸是不依不挠，直接闪电拳走起来，再次追地，追地后再来一个翻转啊！哎，空中还可以弹这个闪电腿啊！哦，红丸，哎，这一次没有连上啊，断连了。再次一个旋风腿，直接结束。好，东丈一批的东丈是特别的猛烈的，特别猛烈的一个人物。现在我们看特瑞来出场，直接朝天脚，但是依然是断连了，特别的不好啊，这个。好，第四局。克拉克，非常技能指令头非常强的一个人物，再次抓起来，和特瑞长得比较像，感觉就是硬汉形象。哦，直接抓了一个大招指令头，好，哎呀，空中一个爆摔，再来一个空中三。哎呀，空中爆开的时候，这个特瑞突然冲了出去啊，隐藏版，特别搞笑，刚才那一下，我都想笑了，感觉。好，特瑞再次打起来，朝天脚，完了，直接又断连，再来一个爆摔，追地，再来一个打滚，直接结束。